吃这个。已经到了我们住的地方，我觉得这里挺美的，对，但是这边光没有很好，坏的地方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帘子，帘子进去呢就可以到我的房间。我进来看一下，哎，这个我还没有开灯，打开。啊，这样子，这样子一个房间，有一张床铺，然后它比较简单，就这样子，反正就住一天。然后这边有一个洗手台，这边就比较亮，就比较适合拍视频一点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里，这外面可以看到，这是46楼，其实蛮高的。然后待会儿就要出门，然后待会儿见，拜。